台湾文学基地。崔天明在拜北的地表上的人们，吹着口哨，空洞的贝壳，唱着古老的历史，土地、住家和树木都爱馨香的冥想，秋蝶飞扬的细木哟，毁坏的城市，羊刺苍。他写什么？本店将于1月25期间，店内店休定位订购产品，请改至师大路165号本店。前兔市井，哎，这个不错哦。哇，想不到这里有这个脚踏车可以骑耶。那里这间这是什么？防空避难设备。哇，脚踏车这里可以骑哦。台北茶道馆，台北钱道馆，这个是什么？钱道馆吗？还是两个中道茶道吗？它是茶吗？哇，你好漂亮哦！陈丽如古琴，古琴独奏演唱会，2023年2月18日下午，2月18日，那边到。各位同学，下一个测一下。谢谢老师，同学相互问一句，阿弥陀佛。